Hello，各位观众，大家好，我是二号。那本部影片呢，就是抽惠比寿。那你问我要不要抽？那如果你是无氪的玩家，我建议就是不要抽咯，因为后面有很多活动，十一月应该有合作，然后12月中又有新的机制限定嘛，然后后面还有什么大海日啊，一堆奇奇怪怪的转蛋啊，圣诞节 AO 法这些都是有的，所以我觉得可以保住把存起来。然后呢，如果你是有能力的，就是有氪金能力的玩家呢，如果你是23月或28月。可以稳定打的人，其实也没必要，因为惠比寿只是让你打得更开心、打得更爽而已哦。好，那讲那么多，我们开始抽吧。好，是抽，先小号抽，先都先给小号抽。小号有抽到，大号就不用抽，我不想用到本账的宝珠啊。好，OK，合理。好，第一次十抽先 boss，OK，OK。好，小野长，小野长。好，那换迷你号，OK，然后是迷你号就加减补动就好咯。对，我也不奢求什么，就补动就好。看一下啊，来来，不对，谁？哦，银莲花还不错，还不错，最近出的。好，那迷你号抽完了，那我们就换本账了哦。哦，银莲花还不错。好，那最后一个是本账哦，本账就有捞到没捞到都没关系啦，反正都 boss，当小野战也行。好，来抽。希望可以捞到啦，希望。梅林，梅林，没东西。好啦，这才是我认识的弹珠，之前都太有笑爷爷这样。好，那本部影片就到这边了，那我到时候再找好友的惠比寿来玩。好，那感谢观众看到我是二号，谢谢大家，拜拜。